Bong Jangdong takes it. A huge win. What a way to end that. Bong Jangdong in style. 可能觉得乒乓球还是首先能够强身健体，然后我觉得趣味性也很强，所以自己慢慢开始接触了以后，我觉得到最后慢慢会越来越喜欢，然后一直坚持或者一直从事这个项目到现在吧，我觉得。 Not the third one. Outstanding. He just got his steps in for the week. 慢慢随着成绩越来越好吧，包括跟父母去沟通，然后自己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跟愿望吧。然后父母也，我觉得也很支持自己，要是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想法，就可以大胆的去做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慢慢会有这样的想法，然后后面也是去这么做了吧。 小时候其实，自己倒不是说只看乒乓球比赛，其实很多体育项目自己都非常喜欢，篮球、足球、排球，包括基本上可能都会看，也会都会有了解吧。我觉得实力还是有，我觉得但是要建立在自己能够全部发挥出来的前提下。 像乒乓球，这么快速、这么精确的一项运动吧，包括除了体力，我觉得这种脑力，包括思维，我这种对抗也是非常高。我觉得，其实不管什么运动项目吧，所有的。 运动员，我觉得都不会认为自己已经是完美的，或者是已经做到所有一切能做到的。所以我觉得每天的动力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努力去让自己变得更强嘛。私底下还是会有的时候会去有一些放松自己，或者希望自己能够换一个脑子，或者是就是。 换一下这种，就是不要天天都只想乒乓球吧。我觉得还是会希望自己能够，有时候会有一些放松吧。